乡村风光，农村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海。我这一点豆角回去，这是我家的玉米棒。应该可以了。先再长一长，然后再把它掰掉。再摘一点豆角，这个大，这边还行。这样呢是最好吃的，再老一点不好吃那种。这个又太小，这个小的吃着没有籽，不好吃。像这样的也可以。这个还可以。这样的豆角都行，这样的带籽的好吃。我的个孙子，你看这上面我手上是什么东西，这么多虫子，这样肯定不行了，被虫给吃了。你看这个蚂蚁在搬家，跑得挺快的，跑哪去了？不管它了，这也就在了，不要在上面霍霍这个。我这个豆角了，我的个孙子，我得看我手上面这么多小虫的尸体。算了，基本上没有了。